十节 ，Summer 记上第十五章第十节。好的了，咱们一同来读，读到第十六节，先读到第十六节。小子们，一、二，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饮酒，昼夜哀求耶和华。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伊利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又转身下到基甲。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牛叫，牛鸣鸣，是从哪里来的呢？扫罗说：这是我百姓亚玛利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都灭尽了。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扫罗说：“请讲。”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比自己微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所行的路，行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当地食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亚甲献给耶和华你的神。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偶拜虚神的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好，先读到这里吧，先读到这里。这几节经文，这是第十节，我们看。耶华的话又回到撒母耳，对他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神不会后悔，但他说这句话，就是为了叫所有的人知道，他立谁肉体为王，或者立这个世界的王，最后他都会废掉的。神不会后悔，就是要把这件事显明出来，神的心意是什么？立肉体做王都后悔，立亚当肉体做王也后悔，这个后悔跟我们今天说做错事的后悔不一样的。他的后悔就是什么？这个人根本就没办法值得我立他做王的，我立一个亚当做王，亚当违背了我的旨意，我再立扫罗王做王，他也照样违背我的旨意，就是肉体不能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昼夜哀求耶和华。那么撒母耳哀求哀求哀求一夜，第二天给他一个又不好的消息，还是扫罗。扫罗干什么去了？别人抱他，他去干什么去了？立纪念碑，是不是啊？就立纪念碑了。这里的纪念碑呢，跟那个好像是跟那个咱们世上这个纪念碑还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他这个记是记住的记，把自己那个功名记在那上的记住记纪念碑。这是
十点。第十点，扫罗为自己立纪念碑。为自己立纪念碑。有个大石头刻的，上面刻的谁的名字？他的名字，他自己的名字，把自己的名记在那上面，目的是什么？炫耀自己，看今天打的人马一人，是不是啊？屁滚尿流的，看这扫罗王多么伟大呀，归功于谁呀？归功于自己。他为什么立这纪念碑？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是不是啊？是不是要归功给自己的？他现在已经归功给自己了。他把那些亚甲王啊、牛羊都收下来，这件事情 ，Summer 知不知道？知道。早就知道。耶和华知不知道？知道。知道。他报给 Summer， 所以 Summer 早就知道这件事了，是因为神告诉他的，对不对？嗯。所以他就清早起来了，扫罗王第一件事儿先去立纪念碑，上哪去了呢？我们看上什么地方去？上加密，上加密是个地点。我们看第十二节，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在加密立完纪念碑，急急忙忙跑到基甲那地方，为什么？为什么？你们说为什么？忘了是不是？他立纪念碑不是在基甲立的，而是在利加立的，加密立的，对不对？加密立完纪念碑，急急忙忙跑到基甲去干什么去？因为他牛羊带到基甲了，如果撒母耳要来问，他就说这牛羊是给耶和华献祭的，如果不问就拉倒了，就算了，因为他收留的目的就是要在自己留着，这上好了吗？当时留的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联系啊，联系是不是啊？留着没说他要献祭，是不是啊？再说献祭的用仇敌的牛羊献祭行不行？不行，不行的，因为仇敌的就都得灭迹。他当时因为联系，他为什么把这个牛羊带到基甲去？你说他鬼不鬼诈？你鬼诈的人都输血气的，现在有多少人把鬼诈当聪明了？这是不是聪明啊？不是，他不是聪明，他是鬼，是鬼诈。你说鬼诈的人在我身边，你说玩鬼诈的，你说我知不知道？知道，知道。什么我都知道。其实我不说，我什么都知道。只要他玩鬼诈，我一眼就看透了，那他跑不了的了，是不是啊？你说那扫罗王像撒母耳玩鬼诈，是不是就像神玩鬼诈？他以为他很聪明的，我上了那个地方，那叫什么加密去？我立完碑了，炫耀我的名。彰显我的名，是不是？把我的名高举起来了，自己又被炫耀起来，是不是图名图利呀？嗯，扫罗这个王是图名图利的王，名现在已经竖起来，是不是？立了纪念碑了，意思我现在是大功臣，我现在不单是以色列的王，而且我是个大功臣，因为我把亚玛利人给干败了。是不是？我不但战败了，我活捉了亚玛利王亚甲，我不但活捉了亚玛利王的亚甲，而且我把他们上好的东西全部都给抢来了，掳来的，对不对？你看我多能啊！我得记上，我记这一场仗啊，这是我功名成就的时候，我得把它记上，不能把它，是不是啊？突然就没有人纪念了，我就叫世人看看。叫全以色列看看，你看我扫罗王多么能耐，是不是啊？炫耀自己，是不是啊？彰显自己，夸耀自己。
对不对？你看现在呢，嫖猪那伙人，你看，在香港呢，你们看到吗？炫耀自己怎么跟哪个总统接触了，给哪个总统传嘴，给总统夫人传嘴，给那部长传嘴，部长说都有点小的，哪个大个的捞哪个，净刀捞那个大个萝卜。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财政，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对不对？对。他说的这些，那么今天就是为了把自己抬举起来。今天神使用你是个人，神要不使用你，非叫你做王。你炫耀自己干嘛？你传的什么好东西也行，咱们这些人去了，就成为他们肋下的荆棘了，成为他们眼中的钉，肉中的刺了。我们一说话的时候，他们就害怕了，到最后都不敢跟我说话，面对面都不让我说了。好，再往下看吧。因为极甲这地方是他们先开始立，就是在那段献祭的地方，是不是？前面是不是在极甲献祭啊？这极甲这地方，那撒母耳那个到扫罗自己献上祭，是不是在那地方？献祭的地方，所以他又跑这地方。又跑这地方，他把牛羊全部掳来的牛羊全放在极甲了。如果撒母耳如果问呢，他就说留着给耶和华献祭的。如果撒母耳不问的话，那么就归自己所有。所以他的诡诈就诡诈在这地方，他把这个牛羊都运到这个地方，好的那些财宝都运到这个地方，把亚甲王也运到这个地方来，就目的是给人看，是不是？你看他诡不诡诈？他立碑也是给人看的，我的功名啊，得叫人知道，所以立个纪念碑。你说耶和华会不会借着人标着他往哪去啊？他怎么上的密家加密？他怎么上的加密？他怎么回的机甲？人都看清清楚楚，这是耶和华差遣的这人去的，就盯着扫罗王看他干什么。完了之后一看他上哪去了，上加密去了。上加密完了之后干什么去了？立碑去了。立碑完了之后呢，转到机甲进前面，咱机甲那地方，机甲代表受苦的地方，是不是啊？上完了密那个加密了，完了转到机甲，人一看，你看这多近前的扫罗王，总在机甲那地方。机甲那地方就是脱情欲的地方，但实际上情欲脱不脱？没脱。牛羊骆驼是吧？驴都在这个地方聚集的，这叫满了什么地方？满了什么东西啊？情欲的东西，是不是？是满了情欲啊？满了情欲的地方。但机甲是脱情欲的地方，但他在机甲这地方把他所认为好的东西他都带到这个地方，给谁看？给撒母耳看。撒母耳，我们看第十二节。撒母耳清早起来，起得早不早？可近前了。清早起来干什么？祷告了，求问耶和华了没有？立碑去了，是不是？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又转身下到基甲。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遵守了吗？没有。那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这么说？现在有多少人自己做自己的事，还说他是信耶稣的，还是说他是遵行神旨意的？在哪里头？在肉体。扫罗王在哪里头？肉体。扫罗王现在自己做王了，不用神了，也不用撒母耳了，是不是？现在他自己，我已经遵守了耶和华的命令。这句话既给人听，又想掩饰撒母耳，给他的以色列百姓听的。你看，我已经遵循了耶和华的旨意。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
是从哪里来的？到了机甲那地方呢，一下子机甲那地方传出了这样声音，连牛鸣塞鸟叫的声音，是不是啊？传出来的是什么？这是敬虔吗？传出是情欲的东西。牛鸣羊叫是代表着情欲的东西都发出来了，是不是啊？扫罗说，这是百姓，你看他第一件事情推给谁了？不是百姓了，你是王，你把责任推给百姓吧。是王说了算是百姓说了算？你看看这亚当犯了罪，是不把责任推给夏娃了？夏娃又推给谁了？这个儿子。那你是王，上帝不找你找谁呢？你今天去你收钱，谁打酱油，谁提瓶子，他管谁要钱了？他不能管那个没提瓶子要钱。你提瓶打完酱油了，你走了没给钱，人家找找看谁手里提瓶子，你看这提瓶子来给钱来，你管他要，你提瓶子我管谁要，对不对弟兄姊妹？扫罗王第一件事情推脱责任，这跟亚当像不像？像，太像了，是不是啊？亚当把责任推给夏娃了，也是你给我造那个女人，你给我的，他把那树上果子摘给我，我就吃了，他让你死你也死啊，啊，他让你咬舌自尽你也咬舌自尽吗？他让你怎样你就怎样吗？你是王啊，你听谁的？你看这扫罗王，你看这跟这亚当一模一样的，那百姓第一件事呢，有错事百姓，有好事呢立个碑，我的立个碑，是不是？好事都是我的，坏事都是别人，这就是人这个共性，这个肉体里边的共性，好事都是我自己的，坏事都是别人的。你看你那百姓，百姓让我的百姓，你要找百姓去吧，你别找我，你是以色列王，不找你找谁？对不对弟兄姊妹？就像今天的教会出了些问题了，将来上帝找谁？你说找谁？啊，杨弟兄啊，郭子明，你说找谁吧？一旦要出问题之后，找谁？首要那个。那个启示录里头那怎么说的？七教会找光，神要找那个教会中间的使者，是不是啊？圣灵向众教会的使者说话，找谁？找百姓，还找使者，是不是杨弟兄？他得找那使者，他不能找那百姓。那么扫罗王把百姓先端出来了，是不是推脱责任，叫百姓去承担这个责任呢？这是属肉的人，不是属灵的人，对不对？你看看他怎么说的，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那是百姓，他们爱惜那些牛羊，上好的牛羊，这没有我的责任啊！把自己脱得干干净净的，对不对？等立碑的时候呢，那上面会不会把百姓立在上面？不会，得把谁立在上面？我扫罗王，对不对？在某年某月某日，在亚玛利地的杀尽了亚玛利人，活捉了亚甲王，对不对？还抢了他们的宝物，还抢了他们的牛羊，把好的都抢了，是不是得这么立？啊？就这么的，上面那如果那时候真有碑的话，那上来看看就知道了。完了，他以为撒母耳不知道他上的，加密啊，是不是啊？他上加密完了之后转了，你看，装好人了，啊，装好人了，燕姐我还赐福于你。你有这资格说话吗？有这资格说话，燕天完伺候你。三个时候你就听见羊叫牛鸣的声音，从哪里来的？那百姓
那短信看到，在那碑上是谁的？扫我，扫罗王，对不对？这个外星马上一看，那就是事儿不好了。三妹来了，这是找事儿来的，是不是啊？赶紧往外推。但他背上记的是谁的？扫罗王。你看，这就是人呐。什么王啊？血气王。血气王。血气的王。你说可不可恨？这就是肉体的王，肉体的王是最可恨的。嗯。所以教会要有一个肉体的王，可坏。以色列的百姓还有肉体的王正常，今天教会中间不应当有肉体的王，所以我们的肉体连肉体先行是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教会不可以有肉体的王，好不好？那么今天没钉十字架，说明他没重生，对不对？他依然在肉体中间活着，他为自己的打算，为自己扬名，为自己树立威望，树立名声，把这那帮碑大拉的哐哐的大拉的纪念碑，是不是啊？高举自己，抬举自己，扬名自己，把自己的名扬名在天下。我扫罗王怎么雄伟，怎么勇敢善战，是不是啊？你看谁能比上我？个子高了一头，是不是啊？论打仗呢，我的两条枪出去之后呢，非是人就吓得魂飞魄散，是不是啊？好不好？夸耀谁呢？夸耀自己。彰显谁呢？彰显自己。他并没有彰显谁，其实他打胜仗全是神在他们中间的，是神打胜仗的，不是人打胜仗。是，但他在肉体中间活着，那个什么膨胀？是情欲膨胀，欲心膨胀，是不是？就炫耀自己，除了他自己没有别人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你看他这简直了不起啊！情欲的在教会中间做王，是不是？输血气的在教会中间做王，这教会所完蛋，这位所完蛋。那些跟随情欲跑的人也都完蛋。我专题讲的情欲，弟兄姊妹听懂？听了？经常听我讲到的举手来。经常的，就最近跟随着网络，我走到哪跟随网络听到的举手来。这地方还不错，有不少跟随网络听的。感谢神的恩典，神赐福你们。那不听道的可完蛋了。你说完不完？不听道，不听道，你自己悟不出来的，神也不会给你的。神怎么可能给一个输血气的人呢？这道神给他拣选的，也给你，是不是？是不是弟兄姊妹？那输血气怎么悟才悟出来这道？这可不是输血气的人能悟出来的。像他们讲，他们怎么讲？他保证说，扫罗不遵行神旨意，我们以后要一定要遵行神旨意。你在肉体活着，你照样不遵行神旨意。你靠着肉体做王，你照样显扬自己的名声，你照样给自己立碑，是不是弟兄姊妹？那么立碑的人在圣经里头也有，但扫罗王太突出了，明显的战败，把那亚玛力人战败之后回来，你第一件事清早起来，他这一晚上都没睡着觉，就想，哎呀，你扫罗王这真了不起，我这扫罗王怎么这么能干呢？怎么这么能打呢？怎么就把亚玛力和民族全部消灭了啊？我怎么这么厉害呢？是不是在那自高自大呀？在那沾沾自喜啊，高兴的不得了了。做王那天就高兴，跟百姓一起高兴，但不过是血气的王。神帮你一下，就要把你里面那些东西都显明出来。你打胜仗不是你打胜仗，是神在以色列中间打胜仗。打胜仗完了时候，就把这个血气的王他里面所有的这种东西全部给他显明出来，对不对呀？显明出来，
叫所有后来世代的人看，你看这个属血气的人在以色列中间做王会什么样的，敬不敬畏耶和华？不敬畏。会不会自己谦卑的？不会，不会的，就到处在选扬自己。神没有了，在他眼里神已经没有了，是不是弟兄姊妹？好，再往下看。第十六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这句话你看，对我，你住口吧！我住口啊！我干了这么多好事，你叫我住口？你说住口吧！我住口，我不能住口吧？我还得说，是不是？找许多的理由来辩解自己是遵循神旨意的，是找许多的理由。你不是看他抵挡我的人，他找许多理由翻得到，他不承认他翻到，他找许多的理由辩解，说明自己是对的。你怎么找理由？你翻到了，你说你跟我的眼睛前一过去，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你翻没翻到，你信不信？你眼睛你刷一下从这过去，我就知道你这个人翻没翻到，背没背到，是不是？从来就不听到。你说这样的人能好吗？不能好。这一辈不好，不能好，下辈呢？从来就不听到。你说他能好吗？对道吗？今天上帝恩待中国这块土地，你没发现吗？上帝今天叫中国的崛起不是突然的，是的，对不对？你要借着一个东亚病夫，曾经被说成东亚病夫这伙人，把这个真道传到世界各地去，你还不知道吗？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为了搭建整个各个国家的丝绸之路的桥梁，对不对？这不是单单对中国的经济出击，对世界经济出击，不是单单这件事，神要借着这件事跟各个国家都有来往，而且各个国家跟中国来往的各个国家都得明白中国的语言，对不对？现在很多国家学中国的语言，为什么？现在中国跟各个国家的建交，非洲国家、印度洋周边的国家，还有南美洲、北美洲，还有其他的国家，世界最多的地方就是什么？哪个国家？哪个州？就是非洲。现在中国在非洲呢，已经建了好几个基地了，经济基地，是不是啊？其实要借助这件事情，把这个道要传遍到世界各地。你觉得就是人，好像人在那个一带一路中间，其实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你相信不相信？相信。谁要只要曾经被人骂成东亚病夫的中国人、黄皮肤的人，借着这群人，把这个真道传遍到世界各地。你相信不相信？相信。你还傻呢？到这地方还在那不听道，还在那土没名状，那还往后退呢？人都往前冲，你往后退，你不用往后退，你就在那站着，别人往前跑，你就被落下了。你信不信？你不走路，别人就把你落下了。你不听道，别人把你落下了。一开始，耶稣基督对门徒说的时候，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现在我告诉你，这句话正在应验呢。你们要从中国这块土地，是吧？从这个地方往外扩展，扩展，一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听不听明白？这真道在中国这地方开了花，你没看出来吗？啊，你一定要知道，但以理书所说那个预言要成就，但以理书那个预言要成就啊，就是有许多人来往奔跑，知识比增加，是不是？这句话一定会应验的，因为来往奔跑，这个整个的世界上所有的飞机啊，包括动车呀、啊，包括轮船呐、啊，包括这个网络信息呀、啊。对不对？包括那 GPS 都是为福音做见证的，都是为福音服务的。最后你会看，
我今天告诉你，你是聪明的人，你听我一句劝，不会掉坑入的。你听明白吗？你是聪明人，别跟着人跑，人说什么你别跟他跑。你要怎么样？你要有看见，中国这块土地将来成为福音的航母了。借着中国这块土地，这是上帝说的话，因为我要用的不成子民的，对着百姓说话，听明白吗？就是外邦人，是不是？我要用那个不是子民、不成子民的无知的民，来触动这个百姓的愤怒。我要借着他来教训你，是不是弟兄姊妹？中国的崛起跟整个的世界的福音的兴旺是离不开的，是分不开的。将来世界，你看看世界很多信仰都胡乱信仰，各式各样的信仰都有，对不对？今天唯独我们中间这个信仰是纯正回归圣经真理的，所以上帝要使用一群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在中国兴起，要借着外邦人的舌头，要传讲天国的福音。听没听懂啊？你还傻的？别说什么你都不能上当受骗的，这道必须得听。别听啦，听也是那么回事，不听也是那么回事，傻子，这就疯子，这就是神经病，缺心眼的人，对不对？你怎么能听人的话？人告诉你别听，你就别听啊！你给谁听的？给你自己听的，好不好？先把咱们的生命给他填满，好不好？别听任何人的，谁说什么你也不要听。咱们现在就是目的，就是要自己先存这道，这个道是真道，你相信不相信？中间出现任何的过程，中间出现任何的事情都是正常的，但你不要被过程中间的任何的事情拦阻，好不好？你的心，我经常讲的，要怎样呢？我一直在高处。你的心要稳定在哪个地方？高处，在高处，不要在地上。地上你爹不能影响你，你妈不能影响你，环境不能影响你，你奶奶不能影响你，你爷爷不能影响你，是不是啊？猪和狗不能影响你，是不是啊？周围一切的东西都不能影响你，你就稳定在高处，好不好？不受世界上任何的东西、亲情、好友的影响，你奔走天路得你当得的奖赏，好不好？刚跑的路，我们要跑进，还怎么样？美好的道，我们要打过；所信的道，我们要守住了。这是聪明的人，是聪明的。这扫罗他是愚蠢的，上几张没张咋的，两下三下五除二就撒旦拿下，说三下五除二就拿下了，上来就开始标立上自己的牌位了。还没人死就立牌子，是不是死离死不远了？扫罗王这个撒母耳，就是撒母耳记上的最后一章，扫罗王就死了。31章的时候，扫罗王就死了，是不是啊？可不可怜？可不可悲？可不可惜？一点不可惜呀！是不是弟兄姊妹？那种血气的王上，在血气中间活着，太可惜吗？所以今天你要怎样听这个道理，一定能坚持的，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的。我就看有的地方就默默根本就不听这个道，你说可不可怜？给人家拉后面去，对不对？我就想着在现在将要怎样，在后面将要怎样，在下你小心了，别人夺的你的冠冕。今天如果你不跑的话，别人就后面就把你就越过，这是上帝就这么规定的。你不追求，你不爱惜的长子名分，我就后来的雅各得了你的份。你来试试看来，犹大不注重这个使徒的名分，我就后来的保罗得了他的份。扫罗王不注重上帝给他的王位啊，我叫大卫起来把你的王位夺了，就要触动你的愤怒，对不对？你不在乎吗？你不在乎上帝兴起另外一个人代替你行不行？你别着急就行，
你别上火就行，好不好？神要兴起另外一个人代替你，因为你对这道漠不关心、麻木不仁，听也行，不听也可，甚至不听更好了，不听更好，不听还天天追求那肉体的好处，追求肉体的享受，傻不傻呀？你这样的人傻不傻？我一看到那个不听道的人，一天净胡扯六拉的，根本就不听道，净整那些没用的，好不好听？别人怎么样你别管，你别在背后听，说说这个，说说那个，别管，先追求你的生命。人家别人在那一论断，啥什么？是啊，是啊，啊，这对，我错。别论断人的时候，你别跟他凑趣儿，好不好？别论断人的时候，你离他远一点，是不是？你免得你跟他一同受害。你看这论断人的人呢，一论断完起来了，你这有许多人耳朵在那听，是不是？那真是侧耳而听，是不是？你听神的话侧耳而听好，你听人论断人的，甚至你要责备这样的人。你他论断你别管，上帝会兴起人论断他的，你听懂吗？你拿什么良器量给人，神也必拿什么良器量给你。所以你听，你有时间的听到好吗？听完到了喘着喘着，思想思想喘着喘着神的话，到底这句话我得到什么好处了，好不好？你别管别人说什么，你自己必须的，你别听任何人的，你听你的道。这是聪明的孩子，把愚拙的傻子，就整这些没用的肉体上的事儿，没用的事儿，天天在这背后的论断这个论断那个，讲讲这个讲讲那个，这有没有用啊？没有用的。咱们要讲讲个什么？讲个真道，好不好？那些都是这个长得漂亮的你也说一说，那长得丑的你也说说，漂亮丑的最后都得入土，因为他都虚的。美容是虚浮的，艳丽是虚假的，唯有耶和华的道是永存的。咱现在要谈论的就是道，对不对？你将来能不能被神使用，差遣到世界各地去？能不能？能。你得先想这件事儿，像将来上帝能不能重用你？扫罗王他为什么刚开头，刚打那个亚兰，完了，老大自居了。不知道天多高，东南西北都找不到了，说完了，废掉他，再兴起一个。你得上帝在你身上有宏伟的蓝图，神要使用你，使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要借着中国人，叫全世界各地都能听见这个福音，好不好？所以我讲到，这福音要在中国这头开花，你没看出来吗？如果你能看出来，你看看。就像那雨后那整个的小草从外面都啪啪啪啪啪都冒出尖了，是不是？从那地里都冒出尖，绿芽呀，都冒出来。这福音就像那个冒出草绿芽呀，各个地方都冒出绿芽呀，看不看不来？啊，看不来啊！到时候上帝就使用我们，先在中国上先遍地开花，然后这些种子再扬到国外去。在国外各个地方开花，不是光中国得救，外国人有没有得救的？有。但我告诉你，外国人必须听中国人给他传。你记住了，外国人上帝没有兴起一个现在讲真道的。你相信不相信？相信。就这么多年，这是中国才兴起这个真道，你还不珍惜？干嘛呀？就讲真道，外国不也有吗？外国也有真道的。你不相信吗？最后你会看看，中国上帝要借着中国人，要把这福音传遍到世界各地，向世界传。得为一点的小事儿，为一点的便宜，为一点的利益，上帝把你废掉，就像废掉扫罗一样废掉，好不好？那叫因小失大，那是小人，因小失大，好不好？上帝把你拿下了，你说。你不就完了吗？你今天是上帝使用的器皿啊，
每个人被呼召出来是不是都不是突然的？是。上帝呼召每个人都不是突然的，你今天能够生在这个中国，这就说明上帝恩待你，并且那么多人都没听见这个救恩真理，你却听见了。这多少年的救恩真理都误在那里，都在误区里头，是不是？现在这个救恩真理已经出现了，已经在中国这个地方已经显明出来了，是不是啊？救恩真理像上古时代是隐藏的，今天却向我们显明了。你相信不相信？相信。你还在傻呢，对不对？那有机会上帝把你拆到国外去了，你说你多好啊，向国外传，最后上帝给你一口流利的英语，你一抬头就说英语，你一抬头就说法语，你一抬头就说俄罗斯语，对不对？就说日语，你说好不好？好。你不要以为不是不可能啊，可能。你不要以为这件事情是王浩在那瞎乱说的，对不对？因为上帝今天在中国这个土地，你们看出吗？中国渐渐渐渐往上演，这经济是不是飞速的发展，已经发展到了快要接近美国了，对不对？甚至有一些地方经济比美国还要强，美国属于经济不景气的，是吧？你看中国的唰经济现在现在又借着一带一路，把这个整个的世界上所有的都连接上了。是不是啊？为什么这么连接？像网状一样连接，是不是像网状一样连接？这中国是不是啊？现在像俄罗斯建交，像北朝鲜，像在南亚，是不是啊？像这样各个国家开始一带一路，欧洲国家一带一路，从中国这个地方完了，虽然借着一带一路向全世界传，但是主要上帝是借着人这么先开发，在经济上开发向各个国家，是不是啊？最后呢把这福音传到世界各地去，你相信吗？相信。你得有这个看见了，是不是？你得有这个看见，神说的这话一点都不会错的。你看咱们从前都被人藐视，中国人到国外的那地位特别特别低呀，人都厌烦中国人，现在很多国家喜欢中国人，为什么？中国人那时候一开始贫穷，上外头不是造假就是弄这个就是弄那个，那外国人看着中国人特烦特烦的，现在不是这样的，现在中国有钱的也很多了，当然我不是为了说中国有钱，怎么中国有钱，中国这个土地上帝在这个土地它就叫神州，是不是叫神州？是。那么神就借着这神州儿女出去传神的道，你要没看见吗？神州儿女必要传神的道，是不是？从前那个什么山海经啊、尚书啊、国语啊、诗经啊，这都不让传，因为这里都涉及到神的问题。洪仁先写的《资政新编》，是不是啊？徐光启写的《农政全书》，这都是属于禁书啊，那时候不让传。但现在网上一搜就可以看到，康熙的《生命之宝》，对不对？这些书都是讲神的事儿，都是讲这一位神。顺天，是不是啊？康熙帝写的《生命之宝》也讲信耶稣的事儿，洪仁轩写的《资政新编》也是讲信耶稣的事儿。但中国又提出来无神论，这跟这些书就有些矛盾了，所以把这些书压一段时间，但没办法压住，网上也有了，你上网上看，是不是弟兄姊妹？所以神要借助你中国这一伙人干一件大事，轰轰烈烈的大事。你还傻的傻了吧唧的，还真的别听到啊，少听点，你干什么都可以少吃点饭，少中午少吃点饭行不行？少穿一件衣服行不行？少睡点觉行不行？也可以啊，对不对？肉体上的事儿就可以，但有一件事不可以少，就是你必须认认真真听到，你也别想我现在就站起来讲，好不好？
你现在是装备的时候，嗯，听明白吗？听我一句劝，嗯，现在是装备的时候，你装备的都有能力了，那道在里边显明出来了，有能力了，你说你再传福音好不好？好，神会给你话语的，神会给你能力的，嗯，神会应验着你的。阿门。扫罗没到时候，上帝不会立他做王的，嗯。耶稣基督没到时候，上帝不会立他做救主的，对不对？嗯，他不到时候，他不能起来的。所以希望弟兄姊妹就多多听到，因为现在我越往后讲，越往后讲，越往后讲越深，你根本你就讲不了，对不对？你根本就讲不了，你始终讲那个得救的人，你讲得救的人不就在那徘徊了吗？嗯，他就往前走，望着标杆还得直跑呢，嗯，还有一条路需要跑呢，怎么跑？是不是弟兄姊妹？我说这话你听懂了没有？哪个地方不听到，哪个地方就复兴；哪个地方不听到，哪个地方就一点一点衰微，人一个一个都掉下去。既然不听到就没有了，上帝就跟你夺，你不觉得你有吗？夺去了。不是不用你，将来因为一定会用你的，但不是现在，好不好？听没听明白？我跟你讲的话，你一定要实实在在的要接受。这不是我要讲的，是主要讲的，对不对？我们今天被上帝建造是最关键的地方。你不建造，最后你就在情欲中间活，你最后走了扫罗王的路线。扫罗王是不是在情欲中间、血气中间，是不是情欲中间活的？这王合不合神心意啊？他就不合神心意，他有情欲在那里头，也做王了，把百姓都领到谁的面前了？自己面前，是不是啊？你说这是多何等的可怕呢？所以一个基督徒今天你要被上帝使用，那么今天你就一定会顺服。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对不对？你是不是先知？是是啊，你是有先知讲道之能的，不是你今天没起来，就是将来上帝就不使用你。今天你的顺服，就是明天上帝对你的使用，好不好？神今天在你身上的工作，就是明天你要将要被神为神使用，为神工作，好不好，弟兄姊妹？这是十分十分重要的事情，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事情，我不能不说。我如果闭讳不言，我就不是主的仆人了，对不对？我今天既然做主的仆人，我得把我从主那里所看见的告诉弟兄姊妹，不能有闭讳的地方。所凡我所能听见的，我神给我的亮光，我都讲给弟兄姊妹。我没有闭讳，从得救的、得荣耀的、得赎的，我都给弟兄姊妹讲，没有隐藏，是不是？每一句话语都讲到，句句话语都讲到，为了叫弟兄姊妹来证明验证我所讲的话是从神来的，你们自己的心里的圣灵就会告诉我们，对不对，弟兄姊妹？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会告诉我们这道是真的。谁背离这道，谁就是傻的；谁弃绝这道，上帝将来就弃绝他。听懂了吗，弟兄姊妹？你可以允许你接受不了得荣耀的道，但你暂时在得救道上，你先学。你现在一年级降低一下，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等没上初中的时候，你还在这些温习。等有一天上帝咔嚓光照你，等你稍微长到一定程度，歘的就给你带，直接带一个高度。那高度是什么？初中。再带高度就是高中，再带高度就是大学。听没听明白，弟兄姊妹？所以今天你必须听到。好不好？听到不等于你今天少一块，听到更是谦卑了，先听先得，好不好？我讲的先怎样涤粮，再怎样挑，你都没涤粮呢，你那里不满呢。不管谁来了，你都有分辨。就像咱们这一次上香港的时候，跟嫖族那伙人在，有许多人没有分辨，这就说明你平时你说我行我行，最后你在实践中间你暴露出有一些人不行，是不是啊？有一些人没有分辨，哎，这地方真好，哎呀，这景真好，终于山外有山了，是吗？我回来我把那个错误的给他剪切一下子，你看看错误在哪里头，你们看没看？看看，你们感觉我是诬陷他们，还是他们真那么讲的？
就那么讲的，他就那么讲的，我没有诬陷他嘛。现在说王一浩跟好像宣教会那伙人讲的一样，这个人就是傻的。有的人呢就是告诉你跟我们讲都一样，谁跟他讲的一样？他讲的肉体生活，我讲的生命之道，怎么能说我跟他讲的一样呢？对不对？回来就是把那些录下来拿回来，这成为最好的资料，来证明一下王一浩讲的道跟朴珠他们讲的道不一样。听懂了吗？你得知道不一样在哪儿。你看完不能囫囵吞枣的我就往下吃，吃完了吃中毒了算谁的？是不是弟兄姊妹？神也借着这次香港来看一看到底里边你这个生命什么程度都要显明出来，听没听明白弟兄姊妹？好，再往下看啊。第十六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扫罗说，请讲。撒母耳根本给扫罗急了，还在那辩论呢，你住口吧，你闭口吧，不是我要说的，我把昨日耶和华对我说的话告诉你，请讲吧。看那个扫罗王是不是大言不惭的？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你从前你觉得我很小，我是被安你支派的，不是个小的吗？为什么要立我呢？上帝先从小中间立一个，立一个个大的高人一头的，看看今天你是否，我立一个血气的王，看看这个王顺不顺服耶和华。一开始可谦卑了，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迹，这是耶和华告诉你的，对不对？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今天上帝使用你，第一件事情就怕你掳掠财物，急急忙忙掳掠财物，急忙忙看是不是教会这样，这个教会钱多，那个教会钱多，开始去掳掠财物去了，你可就完蛋了，你上帝都给你记着呢。你说这人得不得被拿下？没有能力，没有言语了，最后没有话，你上帝话都不理到你了，不使用你这样的。你第一件事你先干什么？掳掠财物。你为什么要急忙掳掠财物呢？啊？这不是傻的吗？走到哪个教会中间，将来上帝使用你走哪个教会中间，你不能够第一件事眼睛活在肉体中间，第一件事盯盯在钱上，听不听明白？什么钱都敢花，什么钱都敢弄。有的人呢，这到教会里第一件事就弄钱的，敛财的，这还能好了吗？刚冒出头你就往钱上使劲，上帝早就知道，啪嚓就给你拿下。扫罗王就是这样，急急忙忙这下子干大票了，这一票可够大的，先第一件事先掳掠财物。表哥他心在哪里的啊？财务上，他根本不是为了献祭，他今天如果是献祭，那么今天耶和华说的话，献祭得用什么样的献祭？是以色列中投生的，以色列亲自养的头生，表明在神的家里，上帝要头生的是基督。你把那仇敌给弄出来的，那是仇敌的，那不是头生的，不是耶和华要的。你这是本身就是找借口，对不对？是不是啊？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恶的事呢？啊，这个属肉体的人在这坐着，那你今天在这教会中间到哪个地方，你去哪个地方的绊脚石？听明白吗？一个属肉体的人在教会中间掌王，
在教会中间带领弟兄姊妹，他不是为别的，不是为民，就是为利。三次跪那里是不是为民为义？都是为民为义的。那么今天你要没重生没得救，你就是为民为义，因为就有一个指望，就是财力。扫罗王现在是没重生没得救的，是不是啊？他为了什么？财力，为肉体，赶紧的掳掠，这这么多好东西，赶紧掳掠。上帝叫你杀，没叫你掳掠，对不对？扫罗王第三本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往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我实在就是还强烈了，还强烈，我实在就是太嘴硬啊。你看这个输血迹的王，你看看他，都跌下来他还说还给自己辩解，是不是帮着自己说话的？属肉体的是属灵的，属肉体的人专门给谁给谁辩解？给自己的肉体辩解。都这样的他还是说话的。我们看，百姓却在当令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百姓取的。那上面说扫罗和百姓都怜惜这些亚甲王，也爱惜那些牛羊肥壮的，是不是啊？那上面说完了，这时候他把这责任全部推给百姓，这百姓在爹当面食物上爱惜那些牛羊了，那些好的上好的牛羊他没爱惜，百姓爱惜。你看萨曼说的话，他就急急忙忙就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你看看这个血气的王能不能当王啊？合不合格？合不合使用？不合使用。所以这教会最后都得属灵的人起来，来统治教会，来建立教会，来服侍教会，来那个所有的都得属灵的人，基督这个人是不是长大成人的人，在教会中间他才不为着财，不为利，不为名。属肉体从老亚当来那个王，他就干这个事儿。上教会里第一件事干什么？掳掠财物。眼睛往哪儿使劲？往财务上使劲。心跑哪里去了？钻在钱眼里头。是不是弟兄姊妹？以后我们出去传道的时候，上帝也会给把你安排到这个环境里面，看你为什么，是不是啊？基督徒不怕受苦，就怕一件事，就怕在肉体中要享福，天天想着享福，要是吧，住好房子，安逸，是不是啊？我要多有钱，这个传道人就算完蛋了，这个传道人早晚被上帝拿下，被废弃，是不是弟兄姊妹？基督徒不怕穷，你不管怎么穷，但今天你依然心向着神，在基督耶稣里生根建造，上帝一定会使用这样基督徒的。像扫罗王这样的人，那就是刚一开始就露馅了，一开始还没人打出去，刚冒头就跑哪去了？就跑肉体财务中间，是不是啊？是不是输血气的王？完蛋了，这不上帝一看这不能使用这样的，对不对？马上就立个大威胁，就用后来的代替先前的。将来上帝使用你了，叫别人代替你，你干不干？不干。好吗？好，神要重用我的，神要使用我的。所以趁着这个时代没有逼迫，是不是啊？没有患难，现在弟兄姊妹都装备给自己，各自装备自己，叫自己成为一个审核用的器皿，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你别一出了一冒头了就为金钱了，就进金钱里头，你说怪不怪呢？一冒头就进金钱里，就进到财务中间去，向扫罗王学习了，你说这不完了吗？
神怎么能使用这样的人？这一辈子没有奖赏，没有冠冕，好不好？好，再往前看，第二十一节，百姓却在所当面职务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基甲献给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他把那牛羊都放在基甲的，这百姓其实当面职务中最好的，当面职务中还有最好的吗？啊，当面的是说没有好的，都得当面。你说他说话蒙不蒙的？当面职务中最好的，一群猪全得了瘟疫，一群鸡全得了瘟病，而且这瘟病是什么？禽流感的瘟病。政府说把这群鸡全部灭了，我给你钱。一共是5万只鸡，5万只鸡，他说我选一个当面时候中选一个最好的，都有禽流感，是不是？都有禽流感，是不是都是当面的？因为全部感染成禽流感了，弄不好人都被感染禽流感了。政府说你灭，当面是灭一个呀，还是灭10000个，还是全部灭了？全部灭了。那我上当面职务中找一个，你说当面职务中有没有好的？没有好的，就世人都犯了罪，人人都得灭，对不对？他没有好的，那人家以为他好，其实在上帝眼里他好不好？因为没有好的，所以他说当面职务中最好的要献祭。啊，你上别人家去就把他当面的一个瘟鸡拿过来，把它涂了好了，告诉你到你亲戚家说，我这个鸡呀、啊、是那个当面说中最好的得禽流感的鸡，最好的给你，今天晚上顿顿吃了吧。你说傻不傻呀？你通过他说话有没有智慧呀？有没有智慧？没有智慧，当面说中没有最好的，听没听明白？咱这肉体中间没有一个最好的，哪有最好的？都是当面职务，对不对？灭绝罪神，你受洗是不是灭绝罪神？是。那你说受洗有当面职务中留的，别受洗归入基督死，留点，行不行？留点给耶和华献祭，耶和华要残祭的吗？不用。耶和华要当面的吗？不用。耶和华要什么祭？活祭。灵祭。活祭，灵祭。是不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没有瑕疵的，是不是？那什么祭呢？基督那个身体，是不是？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乃是神所喜悦，乃是圣洁，乃是神所喜悦的，对不对？圣不圣洁？哪个身体？基督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基督给你个身体，不是把当面植物献上，这是当面植物。罪身灭绝，对不对？肉体连肉体邪情私欲跟基督同钉十字架，罪身灭绝，不是把这些，而是这是基督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对不对？这是我的血，是为你们流出的，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你献哪个呢？你献的是圣洁无有瑕疵的灵体，还是现有瑕疵的肉体？没有瑕疵的，是不是弟兄姊妹？那当面职务啊，不能上当面职务选一个最好的去献给耶和华。再说他也不是为了献给耶和华，他只不过找了个借口。你说神知不知道？神在旁边气愤的不行了，他在那给撒母耳还哒哒哒。你说这王得不得废掉？啊，得不得废掉？撒母耳绝对不是他自己要说的，是他夜里听耶和华对他说的话，他才去到基甲那地方找扫罗王来辩论这件事儿，要把扫罗王的王位给他怎样废掉，废掉他做王，是不是？是不是要废掉做王？废不废掉？留着行不行？扫罗王有没有顺服下来的？
第十一，扫罗王。扫罗背不背你？背。这背你跟三个人顶起来，那不是我的百姓，在那墙背里。弟兄姊妹，咱为肉体说话说情吗？今天咱们是不是为肉体说情啊？不是，咱今天是为是站在肉体说话，替肉体说话，还是站在基督里顺着圣灵说话？站在基督里顺着。你有圣灵，你就顺从圣灵。那圣经一点都不错，说句话，他说体贴肉，他说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他说神的意思加在什么样的人身上呢？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灵人身上，对不对？这个人不随从肉体能看出来，这个随从肉体你也能看出来，对不对？他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加在这个人身上。扫罗王里边根本就没有圣灵，是不是啊？最后圣灵就从他中间出去了，圣灵只是感动他，但圣灵不内住他，听不听明白？不住在他身上。旧约是圣灵降在人的上面，就是只感动他，不住在你，他还能走；住在你就不走。我们今天是圣灵内住，对不对？重生的是圣灵内住，因为他这么顽梗，他根本就里边圣灵不敢动他了，神也不跟他说话了，是不是？直接借着三本去责备他，听没听清楚啊？是不是弟兄姊妹？所以这个课题弟兄姊妹一定要铭刻在心上，对不对？这个课题就是要叫我们学习许许多多的功课，这个功课是最关键的。扫罗王我从前也查过，但我没查的这么样，就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查扫罗王。他永远不会顺服神的旨意，因为他是属神的，属血气的，里边是没有圣灵的，圣灵不住在他身上，只是在感动他，做一些事情感动他，对不对呀？对，不然的话他就会顺服圣灵了，但他不顺服神了。那么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他不顺服先知说明什么？说明他里面已经圣灵离开他了，不跟他同在，是不是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了圣灵的已经重生得救的人，我们每天就在基督耶稣里操练。我们怎么操练？操练真正属灵的生命，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就操练心灵。我们用里边的把外面的脱掉，用信心里边这个人的信心把外面这个旧人给他脱掉。那么里边这个人他是顺服圣灵的，对不对？我们不走扫罗，用外边这个人侍奉神，我们乃是用里边这个人侍奉神，用心灵所侍奉的神，不是用外面肉体所侍奉的神。在外面肉体侍奉神，他自己根本一点差别都没有，他保证抵挡人道，你相信不相信？我说这话到时候你就知道，是不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把这课题讲给弟兄姊妹，回家你去回味回味，好不好？感谢神的恩典，神赐福弟兄姊妹。亲爱的救主在天上，阿爸父神，谢谢你，感谢你保守了我们的聚会，按照你的旨意带领我们的聚会，使我们的聚会达到你的面前，因为这场聚会是你在带领我们的，你必将你的生命之道印在每个弟兄姊妹的心上，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使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接受你的话语，使每个弟兄姊妹都不住在肉体中间，不像扫罗靠着肉体来侍奉神，因为血气的王侍奉神最后就会背离上帝了，也会偏离神的命令。今天只有用心灵侍奉我们这位神，才能真正的顺服神的旨意。谢谢天父，按照你的旨意
将基督拆进到我们的心里来，将圣灵住进我们的心里来，因为我们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私欲了，顺着圣灵而行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谢谢天父的引导带领，赐福这里的弟兄姊妹，也赐福网络的弟兄姊妹，使弟兄姊妹每个弟兄姊妹都成为这个世代的见证人，成为传福音的见证人，成为耶和华神差遣的精兵。感谢赞美赐给的阿爸父神，愿荣耀颂赞权柄都归给我在天上阿爸父神。祷告感谢祝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着，阿门。好。